主料，黄瓜鱼300克，辅料，水，色拉油，盐，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鲜活的黄瓜鱼2条，将鱼处理好，将切丝，锅里加水和姜烧开，将鱼放入沸腾的水中，中火炖煮，煮到10多分钟的时候加盐。待熬煮了半个小时的时候，鱼已经煮得比较烂了。起锅的时候加葱花。烹饪技巧，鱼要在锅里的水烧开后放入，放入后不要反动，这样煮的鱼不腥。黄瓜鱼耐火，可以多煮会儿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让鱼肉煮得更烂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